北大风华音乐飨宴还邀请到舞蹈表演团体，丰富的肢体动作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最后更将电影名曲 Flashlight 改编成动态的舞曲，不论视觉与听觉都令人耳目一新。而新北市国际舞蹈发展协会也受邀演出，成员都是中高年龄层的妈妈们所组成，其中带来的斗牛舞曲目舞蹈风格阳刚威猛，脚步干净利落，而表演者则是五位退休妈妈。有别于拉丁舞风的斗牛舞，当然还需要结合众多妈妈们的力量，合力演出浅显易懂的排舞。有乐器，有歌声，有情境，更有肢体表达，动态舞蹈让音乐会显得活力满满，艺术的表演方式百百种。而在北大风华音乐飨宴里，观众朋友能够放松身心，尽情享受各种不同的文化，感受艺术的生命力与体验其中的价值。中嘉新闻综合报道。